您说那王大锤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他和你一样，我是偷外卖的，我是偷外卖的，我真的是来旅游的呀。小妹啊，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妖怪？最近来了一只老虎妖怪，穷凶极恶。把你们镇子里的法宝交出来！头上能有什么宝贝啊？不就是我们这些美丽的少女吗？呸！再弱小，也要举起双手，发出战斗的怒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只想安静地陪着你。大锤！万万没想到，幺二幺八。